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、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两人合体同台浮选，金句连发。过去6个月，侯友宜市长五官在一起，眼睛呢、不像眼睛呢、鼻子不像鼻子，嘴巴不像嘴巴，为什么？忍辱负重，为了蓝白合，他忍了多少侮辱？你欠计就唔听，人咧讲咩无信，啥你是咧行，啥个印度对面你是咧行啥？我一点也无违过，因为我上班好是咱台湾人民受尽了委屈，低薪高房价。一扫蓝白合阴霾，蓝营大咖们齐聚，一号下午来到宜兰，黄立伟参选人黄成廷站台，吸引超过7000名支持者。复选行程忙不停蹄，侯友宜现身新北中和，拉台同党立委林德福，即使天气寒冷，依然挡不住支持者的热情，全场国旗飘扬。这8年来，我想问问各位，你们的孩子过得好吗？谁有比我更爱中华民国吗？民进党，你是我亲中，你真的是瞎了眼睛，对不对？不要老是贩卖意识形态。不止前总统马英九、高雄前市长韩国瑜及主席朱立伦到场，就连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也罕见站台，展现出国民党团结气势。也看选战进入白热化，造势拼人气，更拼政党实力。记者林生、杨小晨关于宜兰新北报道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、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。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，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